一个普通的图文排版，我们划定一个范围，让图片在框内显示，四周留白，能够增加版面的呼吸感。这种做法就是设计中常见的剪切蒙版。蒙版可以让图像在形状范围内显示，绘制两个矩形，适当倾斜，把图片放进去，一个动感且有趣味性的画面就做好了。如果有很多张图片，同样可以利用蒙版来展示，即便蒙版形状是不规则的。最后再加上文字内容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就有了。在排版时，如果觉得没有层次感，可以添加一个色块，还是有些呆板，那就倾斜一下，强化画面的运动感。但是思维不要被蒙版固定住，有时候突破一下，设计感就有了。除了形状，文字也可以作为蒙版，能够有效地增强画面的视觉表现。在版面中，色彩单一的文字信息缺少了一些氛围，那么跟图片结合一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不过有时候直接将图片放进文字蒙版中会影响识别性，那就错位一下，想要的氛围感就营造出来了。当然，如果简单的蒙版文字效果太过于直白，那么换一个思路就可以了。